你有充分的美国的 community 哦，啊，甲较大的 teaching 的 hospital 呀、yeah. 哦，的经验。啊，你退休的时候，你有感觉讲这个 malpractice insurance unreasonable？ 呀、yeah. ，啊，是毋是亲像台湾的这个健保会当当美国？迄阵是希望讲有健保，总是也过想早啦。我是记迄阵即个 Clinton 做总统以后，一开始要做全面的健保，啊，伊就叫因某出来做，结果是无过嘛。啊，即个美国的医疗是有影去了伤过头啦。我若是有时间，我小可讲一下袂要紧啦吼。到1977以前吼，每一档医疗费用拢加一倍，一倍一倍一倍。所以一寡生理人感觉讲，毋是讲干呐生理人，讲做 business 是政治，感觉讲安尼袂使。你即满呐 out of control 袂使，所以爱想办法 control。所以调集一挂人，伫迄个 Jackson Hole Wyoming 伫遐开会，迄个会足出名。大家会啊，内底毋是干呐医生，内底有公共卫生，有迄个商业管理，啥拢总大家斗阵，才决定讲要开始进行第一步。都是叫做 DRG， 你们都不听到，好多 diagnosis related group， 就是讲医生你呐，医生也是病，你呐要欠钱，唔是讲你用偌济钱欠偌济，是你照你的 diagnosis， 你诊断什么病，我偌济钱好嘞。所以这医生甲这病，大家拢惊到。到迄个时阵，我还阁 active 在做迄落主任，所以我就知影嘛。啊，大家惊个啊，所以开始在注意个啦。敢若讲病一个病，古早人就白会待一礼拜才转去，即下袂使，两日三日就好转去啊。安尼费用较少嘛，啊，伊就甲你一个钱互你。所以大家真开始真注意啦。啊，伊开始是1985年开始。迄当吼，在病院在行政，大家拢皮皮错。嘛，我迄当耍了，大家拢好见，大家拢赚钱，大家病院拢赚钱，是因为钱啦，即个那卖乌白开好，安尼会赚。啊，当然因啊有赚钱，钱啦有存，政府较巧嘛，过来迄年落来较少啊。啊，就是安尼来，慢慢的，迄是80年代。刚开始 HMO。哦，迄阵有 HMO， HMO 已经，迄阵足早，敢若讲开始，足早就开始啊啦，吓。啊，当然 HMO 迄阵另外一个代性要控制病，就是用这个 DRG， 过来就是要控制这医生，一部分就是讲 HMO， 一部分就是讲爱用迄个训练更加侪 primary care 来。啊，再开始讲，什么人会使去 special 的啊呢？啊，所以90年代就开始的控制开个医了。所以我迄阵感觉讲，你呐，我就会记一摆，我着爱说吼。我迄个主任讲，我足欢喜，一个月吼，阮大家，阮遐地方嘛，大家真拍拼吼。阮这个 income excess。有30万，我真欢喜。伊甲我讲小等嘞，即马病院的保险起40万。甲我讲，我安尼都较怕，较创袂啊。啊，你国较安怎？你敢若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嘞？你较不母袂惊啊？保险公司实在是。对啊，啊所以。我是2001年迄阵退休，
当然，拄拄开始退休的时候，情况袂讲足平安。感觉有阵时做网工要得接生吼。不，你若想当等下做这样，我遐个无计较好啦。不过即马在 suffer 是真侪是患者在 suffer 嘛，所以无法度就是讲即个医药，即个美国医药已经。out of control， 这种硬要救落来吼，真困难。我感觉讲，迄阵奥巴马做总统，伊要奥巴马 care， 当然一寡开药医生做袂嘛，因为要求啥要求啥。不过人问我，我的意见是讲，对医生的立场吼，还是讲对一个公民的立场，我感觉早晚爱做啦。到奥巴马来已经上晚。实在是应该更加早做，无做。啊，即卖愈晚做，毛病愈多，人就愈攻击。所以伊做了，无讲正迄落做头啊，有小可有问题。不过即卖感觉就是讲有受到利益的人多啊。啊，即卖川普起来第一步就是讲迄个拢要甲退掉。啊你。本来我是无赞成讲伊个医疗制度或者奥巴马 care， 卖讲安尼，伊就是讲 affordable care， 迄就是伊个正名。啊，你另外一个总统要 affordable care 要甲推翻，啊，过去也一名是 unaffordable， 啊，要叫人讲无法度通 afford， 这讲袂过嘛？刚才讲，迄阵最高法院。是用人权迄个宪法，用迄个做中心。我想，唔盲讲即个最高法院会继续爱尊重宪法，卖讲个人的观念啦，呀，这是安尼啦。